各位同学大家好，那现在跟各位介绍呢 TUC Excel 2010第四类的第十题，电子邮件地址。好，那首先这题呢，我们先另存新档。好，那依照的题目或是考卷的要求，那我们这个另存新档之后呢，那我们开始做第一个步骤。那第一步骤呢是目标是 address book 这张工作表，所以我们先切换到 address book。那它的目的是希望说呢，就是这资料呢能够转换成三栏式的，因为我们看这个资料结构呢，它一笔资料看到就是一个人的那个某一个人他的这个的那个个人资讯哈，那包含他的那个姓名，然后他的 email address。那为了做到这一点呢，在 Excel 里面要处理这类型的这种表格部分呢，那 Word 的话是比较方便处理的。好，那我们就是先做一些资料上的一个编排之后呢，我们就切换到 Word。那首先呢，你要如果要选取整张工作表，你可以按左上角。好，那我们呢，随意的两栏之间呢，这个滑鼠呢停留在两栏之间，好，任意的两栏。然后呢，当滑鼠变成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好，连续点两下。好，这是方便让我们观察这个资料结构呢更为方便。当然，如果你已经很熟的话，不一定这个步骤呢是一定要是要做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作用储存留在任何一个呢有资料的范围之内就可以。那我们按 Ctrl A， 那 Ctrl A 呢，它就会去将这个你所作用储存格所在位置的相连接有资料的全部呢都选择起来。好，那这样子就会把在我们说这个整张的资料表把它选择起来。那我们 Ctrl C。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呼叫 Word。在 Word 里面呢，我们在这里叫 Ctrl V 贴上。它的贴上之后呢，实际上它是一张表格哈，只是它的框线呢已经是隐藏了这个无框线色彩，所以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滑鼠移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到左上角出现这个标志呢，表示呢它是一个选择整张表格的一个标示哦。那你就点选这个。标示之后它就会反黑，表示呢已经选取整张表格了。好，那因为这现在它的结构呢还不是我们所想要，我们希望说一笔资料就是一列，一笔资料就是一列。那现在它是分成是等于是两个栏位，那每个栏位又有三列，这样才是一笔资料，这不是我们要的。好，所以呢当你选择整张表格之后呢，对应的工具列，那我们在这边呢选择版面配置，请注意是表格工具的版面配置，而非是这个一般的版面配置。那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先把它转换成文字，那应该是以段落符号呢作为区隔文字，而不是定位点。好，那这个就不要这其他的话就不用去做跟动。那这样子的情形呢，就我们就是让格式呢就全部消除了，所以它就单纯的就是以段落呢来做区分。那我们就发现说呢，六个段落符号就是一笔资料，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结构的特色。好，我们现在
再把它文字呢，现在把它转回去表格，好，选择插入表格里面的文字转表格。好，那依照我们所想要的，一笔资料有六个栏位，六栏位，那依照段落去做一个区分，好，一个段落间应该就是一栏，那这刚好就是因为它每六个段落就是一笔资料，好，那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所想要的。好，那现在转换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多余栏位呢先删除掉，好，选择这个把滑鼠呢移到呢这个栏位的上方，然后按右键选择删除栏，另外两栏也是同样做法，好，选择两栏按右键删除栏。那这里呢第一个栏位哈，在这边我们就先做呢一第一步骤的第一这个步骤啊，说呢手势必须大写，好，那我们选择第一个栏位。然后呢，选择常用。好，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大小写转换，那我们就选择每个单字大写。好，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把每个单字的第一个字母呢就做大写。好，那这是第一个步骤呢，因为这个是 Word 独有的，Excel 并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边呢做。好。处理完毕呢，我们再选择整张工作笔，Ctrl+C。那把原来资料呢杀掉。好，我们点选 A1， 按 Ctrl+V。那贴上了之后呢，紧接着下一个步骤呢，可以到这个右下角。有个贴上选项，这边我们选择右边的选项，符合目的地格式设定。好，可以再整理一下。OK， 那接下来呢就做C 的步骤哈，在这边呢要新增一点，不过在新增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下，就是说。B 栏跟 C 栏哦，它的分成两栏，这个是这并非是它原来要求的这个格式的样子哦，所以我们在这边还要再做一下这个处理，先要把这两个文字呢相连接。那两个文字相连接的做法呢，其实用 AND 这个符号 ，B1， 然后符 AND 符号加上 C1。好，这个才是我们要的，那我们就往下做填满。好，然后再 Ctrl+C， 那到 C1 这边呢，那记得是要贴上是值，不是整个公式，全部贴上就不对了，这公式就会出现循环错误，所以我们要贴上是值，再把 D 栏的删除。那再来呢，依照呢这个参考那个结果图呢，那AB 两栏分别是 last name 跟 first name， 那现在两个这个last name 跟 first name 整个姓名都集中在一个栏位是不对的，好，那我们先选择呢整个栏位 A 栏，好，再选择资料剖析，好，那我们利用它有这特性，就是名字呢中间是用空白来分隔的。好，我们下一步，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直接呢就勾选，令它去找寻呢空格。你看到预览就有正是我们所想要的。好，那 Tab 键呢这个没有取消没有关系，那直接可以按完成。他问你要不要取代目标选择，那我们就选确定。好，那这样子做一个这个，好，就把这字呢做一个分类了哈。好，那再来进行第一步骤的 C 这个部分哈。
们这边就依照提议输入。那到这里呢，以上就是第一步骤的 A B C D 四个做法。好，那接下来那个 Word 的部分呢，你就可以直接关掉，就不需要再用它，那也不用储存。好，那我们来做的 New Email。那 New Email 呢，依照题目的要求哈，在第一这个步骤哈，那它是希望说呢，能够有这个。First name， 然后来取代呢它原来旧的这个 email address 前面的这个部分，而且呢这个 first name 的部分就是必须呢全部都是小写的。好，那它有提示啊，就用 lower， 那课本的 lower 就其实就是指把大写转成小写。好，然后 right name 跟 find 这四个函数，那我们就来做做看。那我这边就打 L O。好，那文字串转换成小写。那我们希望说呢，把 B 1呢做小写。B1 小写之后呢，再加上其他的，再加上呢后面 at 这个 cpc.com 这个邮件伺服器位置，那 family 不要，所以我们再用文字串连接的符号用 and， 可是你 and 没有办法直接点选，因为这样会把前面的也带进来，所以我们必须把前面排除掉。好，那怎么把前面排除掉呢？我们这个依照题目要求可以用 write 的公式，我们选择下拉选单，其他函数。好，那 write 呢，它意思就是从右边，从文字串右边最后一个字元呢，那成为你指定的长度的所有字元。好，我们点一下 write 哦，那第一个 text 就是指说你要它处理的文字串是哪一段文字串，我们要它处理的是呢 C2 这个文字串。看到预览结果，因为它预设值是只找出最右边的第一个，预设值因为没有的话就只找一个最右边的第一个字母出来。那你我们这边应该希望说它找是如果是这样的，以这个来看的话，就是找到 at 这边的所有字元都要找出来。可是这里就发生问题，因为你待会这公司要往下做填嘛，你不可能说一个一个公司慢慢数，一个一个数哦。像以这个来讲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那你就要让他把这十一个这边应该输入十一嘛我们试试看那就可以把后面装下来。可是下面的不一定都是十一那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利用另外一个函数算出十一来能够就 D2 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应该是11的。好，那这里要使用的函数呢，就叫做这个 lamp， 先把整段的文字串总共有几个字母先找出来。它是会传为文字字串的字元个数，就是看有几个。
那我们一样就要求他找窗外的 C2， 总共有24个。好，再回到 right 这个函数，那24个里面呢，你希望它减掉的是呢，从 at 开始，哦，前面的部分呢，希望都把它减掉啊 ，at 不要减，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用到的函数名称呢，哦，就是长度，我们希望说，你可以用 len 这个函数，命令它减掉 len。抱歉，命令它呢减掉呢，到 at 这个部分的位置，所以应该是用 find。find 它是说呢，某一个文字字串的，哦，某一个文字串在另外一个文字串的起始位置，那 find 呢可以区分大小写，哦，就是你要它找出来，找一个文字出来。我们要找哪个文字呢？要找的是小老鼠这个，所以我们用引号，哦，那引号在哪里找？引号在这个 C2 这边找。你看看呢，他找到，就是说从这个起始位置来算的话，那 at 呢是位于呢第14个位置，那这个呢是说要他从哪一个第几资源开始找，那如果没有讲话就从第一个资源开始找，所以他会从左边起算第一个资源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第14个资源。OK， 那换那这这边省略是无所谓的哈，那我们就回到呢这个整个 write 的函数部分哈，那你可以看到就 len 就是整个字串的文字的长度减掉呢 at 所在位置，它这里总共有14个字元把它减掉，但是因为你这样就把 at 也减掉了，所以要再补回来一个一，再加一，这样你就。是我们预期的11，你可以看到呢，这里也是我们所要的结果。好，那这就是整个完整的公式。那我们再往下填嘛。好，以上呢就是第一步骤，一这个步骤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好，请同学练习看看。好，那最后呢，这个第 F 步骤。好，那第一点来说，列高是 25.2， 我们可以先对整张工作表，那这个列高呢做最适列高的处理，然后再点选第一列，选择列高的部分，好 A1 到 D1 呢，好，那 A1 到 D1 呢，它的填满色彩是黄色，那所有的，而且是呢垂直水平之中 ，OK， 那都所有资料范围的文字都是 Madonna 这个文字，好，那我们再点选其中一个，按 Ctrl A。那事实上它已经是 Madonna 了，所以其实也不用做任何跟动。然后再来 A 栏的话，CD 两栏是四栏宽40。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第一步骤的 F。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做这个，第二步骤。好，那我们切换到 email 这张工作表。那么他希望说呢，在这个 A 栏里面呢，建立连接到呢
这个 address book 里面这个 new mail 的地方。好，那其中呢，他还要说要包含了这个，哦，这个 address 呢，他希望说这个超连接能够显示的是，last name 跟 first name。好，那 last name 呢放在后面，那本来它就在前面的，哦。那希望都能够做到一个超连接，然后就是任何一个姓名的时候就连接到 new mail 的这个栏位，然后呢能够自动开启新邮件，好，收件者就是此姓名的电子邮件。好，那做到这点的话呢，的确是要用 hyperlink 这个函数啊。那我们在这边搜寻 hyperlink。好，那这边呢，我们就直接要输入这个公式哈。那这个一串文字串呢，它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串文字串，那这一串文字串呢，能够就是经由你的这文字串呢，它去判别是不是一个超连接的位置。那我们先用 mail to。加冒号，好，那这种文字串呢，后面再加上这个邮件地址呢，哦，那就可以这个，哦，就发生效果，就是直接就开启电子邮件，然后呢，以这个 mail to 冒号后面呢为这个电子邮件的收件人。好，那我们这边就用 end 这个符号。然后后面呢就是 new mail， 也就是 address book 这里面的，地图这个位置。那你看到这个预览结果是的确就是我们所想要的。好，那第二个参数位置，在 hyperlink 里面，第二个 friendly name， 就是说让它呢，这个显示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形，是什么东西哈，那如果你没有填写，它就直接填印这个，直接就是你所输入的内容来显示。那我们希望不是啊，它希望说是有 last name 跟这个first name， 然后 last name 呢，要全部呢转换为大写。好，那大写的话用 upper 这个函数。字串转成大写，好，那就是 address book 里面的 less than name。 OK， 好，那这个还没有完全结束。那除了这个 less than name 之外呢，还要再加上呢一个空格，哦，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题目的参考结果。然后再加上的是它这个 first name。 好，那 first name 的话它就没有说要全部大写，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点选它的 first name。 好，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期待的结果是长这样子。那他说呢，哦，这超链接样式设定的 Rodana 这个字型要取消底线格式，哦，那你不能直接做，因为他说的是超链接样式，哦，所以你得到这个，样式这边的储存格样式超链接，然后对准它按右键，哦，不是直接按左键，哦，然后按修改，然后按选择格式字型的地方，那底线的话要没有无，哦，那因为你这边不能够连续填满空点，因为它没有参考位置，哦，那我们先到 address book 这里来，看到它从第二笔起算，哦，到63，哦，所以总共62笔，哦，那因为它这边是从A1，哦，第一列就开始起算，所以我们就往下呢填满到62就可以了。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当这个笔数真的很多，用拉的很这个，就是太过于很繁琐的时候，你可以用寻找取代，你可以在你A1 呢做 Ctrl C 或是这个复制之后呢，你可以到选择寻找取代里面的档，然后这边就输入呢你要选择的范围 A1 然后冒号，假设我们这个例子是62，好，这样也可以呢直接把你指定的范围做个圈选，然后再按 Enter， 这样子也可以直接贴上，那就是适用在说当你的这个笔数很多的时候，好几千笔万笔，那用拉的有时候会拉错，那用这种方式的话有它的好处，那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才62笔，所以用拉的或直接用寻找取代的都是可以的。好，以上就是这个第二步骤的做法。